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嘉新闻，我是蔡小军。防疫新生活仍然需要你我共同维护，在这里要提醒观众朋友不要松懈，出入时要记得佩戴口罩并保持社交距离，勤洗手，共同防疫，人人有责。接下来带您进入今天的中嘉新闻。放在耳朵旁边，下旁腰，亮下，然后就开始接啊，呼喂，让画面现场是内湖公民会馆与国立台湾戏曲学院合办的歌仔戏教学，透过三堂课程，指导老师郭元瑜手把手教导学员歌仔戏曲调的演唱与身段技巧。在最后一堂课程中，也由学员们分组展现学习成果。从小就对觉得很喜欢看歌仔戏，那觉得说有看到有这个讯息觉得很棒，就赶快报名登记占名额。那我先生他是对京剧比较有兴趣，他也是陪我一起来。其实这个戏曲啊都差不多，可是呢各有各的巧妙，所以呢我礼拜六在剧校学京剧，然后在这边学这个歌仔戏，我很高兴到这个年纪还能学到，因为这都是我们小时候看的东西，现在外面已经很少了，所以希望多举办一点这种活动。我自己有在接触剧场的演出，然后在因缘机会之下，我看到郭老师的脸书有这样的讯息，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容易参与的时间，因为在平日的下午，所以我就邀请我妈妈也一起来，我妈特别远，从桃园一起来，然后我妈还说这三堂课就要做一个简单的小生跟小旦的验收，也太难了吧。但对我觉得来说，就是老师非常认真，在短短的三节课给我们又是旦又是生，还有一些剧场里面的生旦净末丑，关于歌仔戏的一些的练习。那对于没有学过歌仔戏的朋友，其实是非常合适的来参与，然后拿道具，然后手捻生巧以及歌唱。妈妈，你觉得呢？对啊，我觉得有这个机会真的是很棒，老师很厉害，小旦小生难不倒他，而且教我们卡波秋罗，就让我觉得真的是幸运，很幸运，很幸福的三堂课。老师在开课吧，继续吧。对，希望老师能够多多有这个机会，让我们多多学习歌仔戏，认识歌仔戏。我是从桃园中壢这边过来的，那我觉得从小就有看歌仔戏，然后觉得歌仔戏很美，然后加上我觉得台语吼，咱爱学了，爱团开团落去，所以我家己要来学安尼，嘿。来上这个课很开心，然后老师也教得很好，因为本身我就是戏曲学院的学生，然后来这里也可以多学一种戏曲。毕竟我本来是京剧系的，来学歌仔戏，感觉很好，很有乐趣。然后，而且老师也很会教，老师唱的也很好，然后值得很多地方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因为第一次参加这个公民会馆办的，然后感觉非常的活泼，然后觉得，我现在对歌仔戏有更深一步的了解，这样。因为这歌戏就是唱台语。所以要让大家了解这歌戏的文化，一定要让大家了解这台语语言这个重要性，安尼。所以教大家唱歌啊、唱曲啊，上重要就是这歌戏的文化，就是这四大曲调吼很重要。啊，另外就是讲这歌戏吼，正经有一挂足可爱的迄个戏文，让大家了解一下。所以这吼无讲吼。足严肃安尼啦，予大家安尼欢喜一下，所以咧有一个小声，啊，佮有一个小段，予大家吼会记住，啊，这个新段安怎比，啊，这个唱念安怎讲，
啊，阮老师拢讲啦，即唱歌爱清，讲口白爱明，所以就是爱互大家知影即个歌戏吼是安怎来表现。台湾戏曲学院就在我们内湖公民会馆的斜对面，碧湖公园的旁边。那戏曲学院本来就是担负着传统戏曲的一个传承。那我们今天很荣幸透过推广教育的方式，来让更多的民众来体会传统的戏曲的一个精髓。那么我们馆长苏馆长很用心，我们结合了我们的戏曲学院，以前叫复兴技校，那么他们的学生真的差不多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才可以进到这个贵校来学习。那我们今天让我们的家长去体验到，以前学习的人真的，要学一个艺术是不容易的。那么这样之下呢，今天有这么多的妈妈跟小姐来体验到说，这就是我们台湾的一个特殊的一个文化哈。那我身为湖滨里的里长，我觉得很荣幸，我今天来到这里看到很多很多的妈妈跟很多的年轻人很喜欢学艺术，就代表我们在这里，尤其内湖区的地方，我们的传统艺术还是可以值得发扬光大。来参加的学员有亲子党，也有夫妻党，还有远从桃园来的民众，大家都很感谢老师以轻松有趣的教学方式，让他们有机会接触歌仔戏传统文化。老师教得非常好，上课非常的活泼，好可爱，而且唱得非常好。每次上课我都觉得好像看了一场表演一样，好棒哦，好开心。老师的教学非常的认真啊，而且也不藏私的，真的在手把手的教学。老师有去想要怎么去带给初学者，怎么去教初学者。然后如果说未来我有看到，就是初学或者是国外的朋友，他们有想要学的话，我可以大概怎么跟他们介绍歌仔戏？然后挺好玩的，可以玩到很想玩的马鞭。点一下，上次讲什么？会骑摩托车就会骑马。好，点一下，踏脚哒哒哒哒里叮当，对不对？好唱。参加这三堂课，让我就是更熟悉，歌仔戏的基本行当啊、曲调啊、身段，尤其这一次有教小生小旦的身段。那更有趣的就是有教骑马，对，这是一般可能在外面可能比较没有学到的东西，然后蛮开心的。所以哦，这三堂课哦，就是爱第一欢乐啦。第二哈，就是呢，我们要让大家更看得懂戏曲的表演、意象的表现、曲调之美，啊呢，好，再来第三个就是说，希望可以让大家哈体验完之外哈，我们可以让这个戏曲的流传哈，大家会更有兴趣，哦，阿爸就阿母就阿爸啦，安尼楼顶就楼卡啦，做伙来学歌戏安尼啦。安尼大家吼就会感觉讲这歌戏足趣味的。那公民会馆，就是透过希望这样的一个传承，哦，那我们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回响，
那我们有机会也会跟戏曲学院继续合办，不管是国剧的欣赏，或是其他的传统戏剧，好、哦，那让我们可以来体验这一些好、哦、传统戏剧的之美。在欢乐的气氛中，歌仔戏体验课程圆满落幕。内湖公民会馆表示，未来也将与台湾戏曲学院继续合作，推出更多元的体验课程，让民众有机会来认识传统戏曲的文化特色。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元宇宙巡回推广车正式启航，首站停靠在台北市明伦高中，配备 AR 眼镜、VR 头盔及 iPad 等新设备，引导学生了解元宇宙，提供沉浸式体验。八月开放各校申请，让师生皆能及时掌握新兴科技发展趋势及先进技术，培养未来元世代优质跨域数位人才。台北市从111年1月发布了元宇宙教育计划。总体计划我们从三个面向、三个主轴、七大策略来实施，分别是教师专业成长、学生学习跟环境智慧的一个优化。那首先在教师专业成长方面呢，我们已经办完了我们236校所有的校长跟主任的科技领导研习，我们也培育了总共544位的这个元宇宙的教师。那我们也补助了有23校申请我们元宇宙的教师专业学习社群之外，我们接下来呢也会即将开展高中到国小15个单元的元宇宙教材。那其次，我们也进行了教师的这个 VR 教材的甄选，有鉴于过往的一些 VR 教材比较没有办法那个贴近老师的这个教学使用，我们甄选出了高中、国中、国小3套，我们会进行公司协力来开发，让全市的这个学校都可以来使用。那另外呢，在学生学习方面呢，今年一共有26所学校已经申请到我们元宇宙教育融入课程，他们会在111学年度，这融入这个各领域课程，将会有这个每校大概会有6到18堂的课程哦，分为这个基础的跟进阶的。另外在人工智慧方面哦，今年我们在 AI 教育方面跟鸿海合作，我们推出了国中的 AI 模组化课程之外，我们高中的 AI 专班在北四科学校也从原本的1校中正高中另外增加到3校这个百灵高中跟我们的这个阳明高中形成一个 AI 高中的一个三角那另外我们在今年的8月也即将产出我们的这个量子电脑的一个教材，高中量子电脑科技的教材。好，那接着呢，我们的资讯素养与伦理刚才有提过，这是非常重要。我们现在是第4版，即将在做第5版我们会把元宇宙、NFT 还有区块链等等新兴议题融入其中。另外，在学生学习方面很重要，就是我们的这个竞赛的部分。我们资通讯大赛从以往的这个积木型机器人，我们在今年一共延伸到了4组，有积木型、人形、无人机还有我们的这个机关达人的比赛。我们这次也让这个资讯科技跟人文做一个很完美的跨域我们办理了这个 AR 的创作竞赛，各位嘉宾等一下可以到我们明伦高中艺廊去欣赏我们学生的这个艺术创作，会动的这个艺术创作。那我们也推出了全国第一台的元宇宙巡回车将在111学年度到150所学校来去做一个巡回。最后是我们环境优化的部分，我们随着 5G 网络的发展我们会帮助学校来建构一个 VR 的一个教育环境之外，我们也会帮助各校建置360度环境的一个学校的一个介绍。最后我们希望教育启航元宇宙，让科技世代任遨游，让台北市成为我们未来人才的摇篮。另外，教育局结合资讯科技与艺术创作，办理元宇宙文化艺术创作竞赛，参赛学生运用 AR 技术，让自己的艺术作品动起来。艺术展也将展出56幅作品。这个大家都可以简易上手的东西，当然也有其他高手画的。这个是博爱国小洪彩怡小朋友画的。石牌国中的团队齐天大圣展藏才。这是我们的 AR 作品《校园植物高峰会》。台北市长柯文哲及教育局长曾灿金也进行元宇宙 XR 艺术展开幕活动及体验，见证元宇宙教育总体计划，透过课程、竞赛及宣导活动接近元宇宙。
市长也为台北市资通讯应用大赛、元宇宙文化艺术创作竞赛及 VR 教材甄选竞赛颁奖。台北市的教育能够活灵活化，其实非常谢谢我们的家长会联合会，给我们教育局很多活动的监督支持，更多地方先感谢大家。那这疫情已经两年半了，改变了整个我们台湾的社会生活非常多。知道我们台北市在从事智慧教育相当早，可在前几年的话，包括顾客里的推展都相当广泛，因为人要改变行为不容易，所以直到在2020年疫情一爆发，你知道吗？刚好我们的硬体建设做得差不多了，所以就当然危机就是转机，因为人在没有遇到压力的，他非常改变自己的行为。所以前在他以前顾客也算说拍了多影片嘛，也放在网络上面，所以点击率很低的。一直到2020年疫情一爆发，在停课的不得不使用，所以就快速增长。那也看到我们的硬体建设也差不多完成，所以在这两三年当中，在过去两年当中，我们台北市的智慧教育非常快速的成长。那我大概看了一下，其实我们教育局还是这几年在国际上得奖，它是主要集中在智慧教育，得奖最多。那因为这疫情的关系，你知道吗？让这个网络世界变得更普遍。那元宇宙事实上就是一个透过各个资讯产业建立一个虚拟环境。那但是这样的到底这个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坦白讲刚才有一句话叫 “Do you have limited imagination”， 就只有你的想象会限制住你。所以在因为它技术本身也是在进步，到底这个元宇宙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不晓得。不过有点倒是确定，就是说线上线下的整合，包括教学还有一个虚实的整合，跟虚拟世界跟真实世界的整合，这大概是未来的一个趋势。那么我们台北市在109年就开始在国中小开始购置那个 VR 的那个头戴的这种显示器，它设了一个 3D 科技中心，还有7个 Maker Center。我们就希望说把这种智慧教育带进学校。那也因为我们的硬体的推广，这样，那特别在这经过这两年的疫情因为整个智慧教育快速发展，所以教育局应用这个趋势，你知道吗？它开始推动元宇宙。那么目前我们台北市教育局在推动元宇宙还是分个三方面，一个是专业成长、学生学习跟环境优化。其实教育的本体还是老师，所以第一个要怎么样有效的先从的老师能够接受这种新的知识。那再就是学生要怎么变成课程让来学生学习。那但最重要的还是这个环境和定期还是进行。那么目前我常说如果用上课的方式让学生去学习，有时候它变成一个工作。如果你把它变成比赛，你都不要想，它就可以工作到半夜两三点。那所以我们现在有那个台北市自动性应用大赛元宇宙文化艺术创作大竞赛，我们常常是用竞赛的方式，你知道吗？鼓励学生自己去努力。那么元宇宙相关的知识，你知道，包括运算思维的城市设计。AI 量子电脑等等，你知道吗？那我们今天还是要颁奖啊，感谢很多的老师跟学生，应用这些科学知识来实现我们的智慧城市。那么展望未来，你知道吗？刚才有一个最重要就是我们要展示我们那个元宇宙巡回推广车，现在我不太可能在每个学校都装元宇宙设备，就先放在一个巡回车上面，那再就可以到各个学校去。那如果每个学校都有种子教室，再用那个硬体设备，就可以在那个学校进行元宇宙的教育。那我们就说，今天只是跨出第一步了那在未来，当然是这样且战且走，永远的保持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你知道吗？去推广，这个世界上，当然这样明天要出现什么问题我们不知道，只是说当问题出现的时候，我们要有能力。也有勇气去解决它，这就是我们推广这种智慧教育真正的精神。
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北市智慧教育快速发展，元宇宙概念出现后，北市更积极推广软硬体建设，并以竞赛方式取代日常课业工作，鼓励各校师生共同合作，取得获奖荣耀，同时也肯定合作企业。记者温俊台北报道。散播假消息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话说基隆有一名妇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街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还附上消毒照片，在 LINE 群组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大家避之唯恐不及。后来结果怎么样？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妇人，他解释并不是有意的，只是转传，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他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两遍。要记得哦，中家集团关心您。长期关怀公益的阿基师与同门师弟妹宋雅彤、尤杰燕，响应仁安基金会1680一路帮您活动，来到万华平安站担任爱心大使，号召民众关心皆有寒事。担任防疾大使的阿基师更在现场一展厨艺，利用简单的厨具与常见的泡面食材，料理出经济又美味的餐点。那我今天用的是最简单的泡面啊。那各位好朋友记住哈，泡面呢，泡面的意思就是让它整个面体能够撑开，那你吃的时候呢，在肠胃里面呢，它是很好消化的啊。那么在这边我们的功能呢，专业就是很好消化的当下，让你在长时间囤积在肠胃里面呢，不会一下子就饿了，哦，那你是不是就能够防止它饥饿了？哦，这特别啊，各位报告一下。那么这边哈，来各位好朋友记住，我用的三包啊，不成敬意啊。那么三包的面体以外，因为有碍于这一个广告的嫌疑了，我就不多话。但是这个面呢，各位记住，一定要水滚的下锅啊，水滚的下锅，它才能够闷泡的起来。那么透过这么样的一个诀窍呢，跟各位讲一下，泡面其实跟我们煮白饭的意思是相同的。你以为说饭煮好了电闸跳起来就能吃吗 ？No， 未必呢。电闸跳起来，你还要在这个电锅里头稍微焖一下，让它每一个米粒的质感呢能够更 Q 弹。当然我今天也不例外，希望我等一下水滚了以后，我把面丢下去也是一样，前后时间大概60秒不到就捞起来。捞起来干什么？面心还没有透，但是我就用这个锅盖盖起来，地形地物利用，焖一下子整个面体了，它就很 Q 了。担任防寒大使的宋雅彤则是现场示范编织围巾，呼吁大众加入一起编织爱的活动，在冬天来临之前将完成的编织围巾毛毛寄到平安站，传达爱心给寒士。我今天知道为什么防寒大使一定要请雅彤来做，我相信如果这交给男生的话不够细心是吧？对，这肯定大概织个2分钟应该就结束了。但是我们仁安基金会的义工们有男有女，男生他们都是很有那个细心的感觉。对，一条完整的围巾，而且它的花色还有很多，不只是我那么单一的，然后他们就是很花心思的，可以绑成了一条完整的给我们的寒舍们。对，这个就是完成品了。律师尤杰燕则是担任防病大使，示范拉筋伸展动作，提醒寒舍们要随时留意身体状况。那所谓伸展呢，其实我们有句俗话讲，筋软一寸，寿长十年。
好，那我们做这些拉筋的动作，其实主要也是因为哈，这些拉筋的动作，其实它不会受你的时间，好，或是你的场地，好，或是地域的限制。那你其实只要你随时想做，你就可以做。好，那这样的动作其实会让你。在你平常你感觉压力大的时候或是疲惫的时候或是任何不舒服的时候哈，大家拉拉筋哈，其实会让你的身心其实会觉得更舒服。那首先我今天主要简短的示范我们上半身的哈一些拉筋的动作。好，那我第一个为大家示范我们的呼吸群的拉筋动作。那麻烦帮我拿一下麦克风。好，那首先哈，我们先伸出你的右手哈，反转往外侧。好，那左手一样反转往外侧。好，然后你交叉起来。好，然后往上拉，好，其实你就会感觉到你胸部哈跟肋骨的呼吸群在做拉展。仁安基金会万华平安站去年遭遇祝融之灾，经过漫长的整修后，终于重建，却又逢疫情再起，服务再次陷入困境。其实这个活动呢，是应该早在年初的时候，一月份我们就要举办的，因为那个时候刚好平安站修建完成，然后想要请阿迪斯来帮我们做一个，有点像是。浴火重生的一个造势活动，但是偏偏在今年年初的时候，疫情真的是相对提高了严重了很多，那很多的活动或者是聚集的东西我们都不能够办理，一直好不容易延到现在，那阿迪斯还是很坚持的可以帮我们做这个造势，让我们跟大家说我们万华站恢复正常。其实我们现在要跑一个公案叫做常年公案，大家往往都会在三节当中才会想到说一些弱势贫困者，那其实我们每天都在服务着他们每一位朋友，提供两餐，提供洗澡，提供沐浴。那每一天我们的花费其实都算是很庞大。那这两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有些善心人士真的也是口袋紧缩。那呼吁大家可以小额的定期定额捐款，然后帮助每一位朋友重回归到社会。去年在三月份火灾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一楼大家现在看到漂漂亮亮的，当时其实是满目疮痍，完全没有水没有电。那当下我们。主管也决定，机构也决定说，服务不能间断，不能因为我们自己受伤了，让别人饿肚子。所以我们就在这个门口，顶着艳阳天，那个时候正要转夏天的时候，因为没有水没有电，连电风扇都不能用，我们依然发着便当跟干粮给每一个朋友，然后一直到筹措资金，找厂商来评估维修的方式跟进度，紧接着疫情就爆发了。那个时候万华属于比较严重的区域，厂商那时候也无法进来。然后各个动作全部都只能停缓，但是我们也是持续的做服务，一直到了快年底的时候，又遇到了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三月份的价格跟年底的时候的材料价格完全不同，所以又提升了一个修缮的经费，对，所以我们一路以来是这样跌跌撞撞的，到了今年的年初才慢慢的恢复正常。那我们会希望说，让每一个社会人士都可以帮助我们，让这个服务能够一直运作下去，而且越做越好。那也有刚刚也有提到说，在这两年的疫情的关系，其实需求者是越来越多，因为一般我们一般人的工作可能都已经不稳定了，那一些刚刚脱油的贫困者，他们就更加的不稳，所以希望呼吁社会大众能够多多帮忙。好，那我们一百不嫌少，一千不嫌多，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我们可以帮助更多的人。走过火灾困境，平安站面对不同挑战，不断改变服务形式，唯一不变的是坚持服务的初衷，也期盼社会大众响应1680一路帮您，让爱永不间断。请支持仁安基金会1680一路帮你。记者林希慧台北报道。消基会与经济部标准检验局合作，到各大贩售通路随机购买10件燃料膏商品，针对主要成分及中文标示两项检测抽验结果，10件有2件的主要成分不符合商品标示法规定。我们为什么这一次经济部标准检验局呢，把我们常讲的酒精膏把它证明为燃料膏，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因为事实上燃料膏的主要成分是以那个甲醇现在为大宗，当然也有一些是乙二醇，有一些是乙醇，所以如果说是乙醇的话呢，我们会比较放心，是因为它的毒性它没有毒性的问题，但是我们现在最主要是里面都是有甲醇，那甲醇的话实际上是对我们身体的危害是很大的。然后再来
其实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燃料高在燃烧的时候，说它的成分是甲醇，那甲醇基本上面它的火焰是非常非常淡，基本上面如果说是纯甲醇，它是没有火焰的，意思就是说它是一个明火，但是你不知道它烧在哪里。所以大家在那个消费者，我们在那个吃火锅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个下面，因为它的纯度不是百分之百，所以它的下面呢也许会有点黄黄的火焰，但是事实上在上面的那一部分呢，其实它还是有那个火焰，所以像这个是会比较危险。那再来就是它整个在那个现在我们大概就会像媒体朋友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大概现在火锅店大概都是属于这一类的，然后呢就直接添加在补充剂的时候，实际上这一个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上常会看到消费者也许在用餐的时候因为加进去呢，或者是有些时候小朋友好奇就直接把水泼上去把它灭了，像那都非常危险，都会产生所谓的爆燃的一个现象。所以这一次我们在这里面呢，消基会就会特别的来呼吁，就是说我们现在一定要针对这个燃料膏，我们再推广一次，就是一次性的使用，然后呢在如果说是用完的话，应该是另外换一个容器的器皿，而不应该是直接用添加的方式。然后在使用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尽量在通风的环境下，因为毕竟它的燃烧不是这么完全，会有一氧化碳累积的问题。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在储存的时候呢，必须把它放在阴凉的地方，然后呢尽量避免跟强氧化剂在一起。OK， 要不然的话呢，它实际上它有一些潜在的一些风险。以上是消基会的说明，谢谢。关于燃料膏，根据到3.14法第九条、第十条规定，以及本部107年10月23日经商字第107024/2587号的解释令，要标示无需补充本产品，请直接更换姓名再添加本产品，以免发生危险，要做这样的标示。那本次燃料膏商品标示不符合规定有四件，就是像是3、像是4、像是5还有像是8。那么关于标示不符合规定的部分，我们已经在今年的1月7号函请小管的地方政府《商品标示法》的规定来查处，那其中三件已经改正的部分就是像是3、像是4还有像是5已改正，那一件已经下降，就是像是8已下降。另外也有一些品项中文标示不符合商品标示法规定，包含有商品标示酒精膏，但主要成分标示为甲醇，与名称不一致；另有商品未标示原产地、制造商电话以及未标示注意事项等用语。那我们的检测方法是依照 CNS8523 含甲醇制品中的甲醇检验法来检测它的主要成分，并且确认是否跟它的这个标示有一致，那并且依照商品标示法查核它的中文标示是有符合规定的。那检测的结果是在10件中的产品是有4件不符商品标示法的规定，那其实这个燃料膏的部分，它在使用上因为是明火，所以它有一些这个危险性，所以经济部有规定，从这个108年6月开始，这个市售的燃料膏应该依照商品标示法的规定，就是它要有一些警语，那个警语就是说如果你要补充本产品，那建议就要直接更换器皿再添加本产品，以免发生危险。那针对这个查核，我们检验结果不符合的事件，大概它主要不符合的情形是说它的商品名称，还有它的标示资讯，还有它的主要成分含量跟它的标示不一致，比如说有两件产品，它的这个标示是 99.9% 的甲醇，那实际上我们测出来只有大概 66.8%。 那另外有些产品，就我刚刚提到这个产品其实因为明火它有一些风险在，所以有两件产品，它没有依照这个商品标示法的规定，去标示刚刚所提到这些相关警语。那另外还有就是说这个
产品上面哈，它有标示这个酒精膏有两件哈，那事实上因为它的成分都是甲醇哈，所以它如果标酒精，这是不符规定。那另外还有一些可能在这个制造日期、有效日期哈、原产地等等哈，这些部分也有缺漏，它总共是四件不合格的商品。综合以上啊，各位专家学者的这个说法啊，大家可以看得到，现场我们所陈列的这一些燃料膏哈。大家可能哈，平常我们在外面你会看过啊，这什么场合看过呢？你可能在小火锅店啊，或者是在一些台菜海鲜餐厅，有某一些部分的这个菜肴需要加热的时候啊，你们可能会看到啊。那这里今天这个综合各位专家学者的一个说法啊，我们调查了目前市面上这些燃料膏，其实主要的成分啊。调查这十件、成分主要成分都是甲醇、那甲醇刚刚有如同这个我们麦教授说明的一些风险性，必须要在注意使用时候必须要通风良好、免得产生这个一氧化碳，而且、这些燃料膏它在燃烧的时候，有时候火焰、并不是我们肉眼能够分辨的很清楚，也就是说我们消费者虽然看起来说啊，现在没有火了，可能要请店家你再来补充燃料膏，其实那个时候可能还是有火，所以如果说有需要更换燃料膏的时候啊，必须一定要注意就要更换那个器皿，不能够再把燃料膏添加到原来这可能你认为它已经熄灭了，其实它还在继续燃烧的一个器皿当中、在过去曾经多次的发生这样子的一个危险啊。造成的这个消费者或者是这个店家员工的一个伤害，我们这边特别的要提醒消费者，在使用的时候，如果商家是要以这个燃料膏啊直接给你添加在原先的器皿当中，请你要记得提醒商家不可以这么做。或许员工的教育训练不是很足，但是我们消费者必须要知道，因为这个是攸关到你自己的生命财产的安全。请店家来更换燃料膏的器皿，而不要直接把燃料膏添加在你的这个已经在使用的器皿当中啊。主要就是过去曾经发生了许多这样子的一个风险。那我们这次调查的这个结果哈、其中有这个主要成分啊，主要成分我们调查的都是甲醇呐、那有两件的结果哈，那它标示甲醇的这个成分是 99.9% 啊，而其实不可能哈，因为甲醇如果说成分达到 99.9% 的话，那么它就没有办法呈现出我们目前所看到的这个膏状的这个燃料膏，所以不太可能啊。那么因此啊，这个标示成分甲醇 99.9% 的啊，显然是错误。那么其他就是关于中文标示哈，就是比方说虽然成分是甲醇，但是它其实它那个品名上面写是酒精膏，那如同刚刚麦教授所说哈，酒精其实是乙醇啊，不是甲醇啊，所以这个品名的标示啊也与实际上产品的内容不符。那刚刚蔡市长也说有已经有请这个业者啊必须要更正。甲醇挥发性高，无色易燃且有毒，对眼睛容易造成刺激，接触到皮肤也容易造成发炎及过敏，因此以甲醇为主成分的燃料膏使用上要特别留意安全危害，包括避免透过呼吸及皮肤进入体内。记者温俊台北报道。散播假消息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话说基隆有一名妇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街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还附上消毒照片，在 LINE 群组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大家避之唯恐不及。后来结果怎么样？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妇人，他解释并不是有意的，只是转传，没想到
到事态会这么严重，他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百福公园四周围起了围篱进行整修，但唯一通往水漾会馆通道只剩下一个车道，路旁停满了车辆，车辆要通行只能格外小心。我们的工程车进来比较不方便。有比较不方便就对了。消防车进来呢？应该也不太方便吧。不仅大型的工程车难走，都北里里长在市长基层访视，向市府反映百福公园停车乱象，担心一旦里面发生火警，救灾车辆根本进不去。希望市府单位能够正视这个问题。百福公园现在在改建，然后也围篱围起来的时候，你的出入口、旁边还停车啊，万一里面如果发生重大的什么事情，或是说火灾干什么，烈士火灾，消防车没办法进去啊。所以请市长跟市府团队赶快来办个会，看看怎么来处理那些车子。百福公园哦，还没改建之前，他们就停车停在那边了，很久了，好几年了。此外，堵南街衔接新北自行车道，去年才完工启用。行政院长苏贞昌从新北骑脚踏车来到基隆，但堵南里里长反映，从新北看基隆衔接处显然破旧，希望市政府能够投注经费。市长李佑昌也给予正面回应。这个案子是不是请这个区长这边请副市长区长这边邀请副市长请副市长主持然后到现地去看一下。另外是把这边的地籍的那个之前其实有做过的话，应该是公处那个时候在做自行车道的时候，应该有周边这个区域有做的基本的地籍跟相关资料的一个收集那把那个地籍的资料带着那范围原则上是这样子，五堵的自行车的旧隧道出来之后，旁边的那一间庙的旁边跟桥墩的周边的这个区域，那接上去我们的自行车道周边的范围，可能要做一个环境的一个改善所以麻烦就请区长，然后去约副市长的时间请副市长带队去现地去看一下，那就是请区公所跟公务处跟都发处，可能还需要交通处的同仁去现地去看一下然后听听看副市长怎么指示把它厘清之后，这个应该是要有一个规划案来做整体的环境的改善。李佑昌赶在任期最后半年，持续到各区举行基层访视座谈，解决各区里问题，来听取里长心声。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请长官均匀的在前方摆设字板上均匀倒洒，左右来回，一同见证此刻。在基隆市长林佑昌、立法院蔡诗颖及多位基隆市议员共同主持下，基隆市市民体育活动中心修缮工程正式开工，希望改善屋顶结构老旧产生的积漏水问题，加上室内网球场地地坪更新等，打造北台湾网球人才培训基地。北部地区的确欠缺一个这个青少年的网球的培训的一个基地所以我们在中央的一个支持之下，在蔡诗颖委员的一个协助之下，在教育部的一个支持之下，那还有很多网球界的一个先进共同努力，所以中央给我们一笔经费来进行这个整修。所以我们这一次呢，即将要投入8128万的一个经费跟预算，来办理整个屋顶的一个更新，
室内装修，那以及包括我们前栋工程处办公室的一个结构补强工程，我们是一棒接一棒的做下去的。市长不会因为他是任内最后一年就很多工程放着管他的，以后再说。我想我们非常感谢市长，即便在任内的最后一年，很多大重要的公共工程关于基隆市未来发展的建设仍然努力的擘画推动。那我想未来市应如果有这个机会来接棒的话，我们会继续把它延续下去，让基隆市民看到我们是一个持续努力在进步的团队。曾担任国策顾问与中华民国县市体育联合总会会长的基隆市体育会理事长郑锦州则肯定基隆市长林佑昌任内对各项体育场馆及设施的支持。他透露林佑昌已获推荐获选为特殊体育贡献奖。不管丢出你单据有什么不要创体起定对体育贡献我建议这些，说实在包括学校的体育馆，真的我建议我是为选手出身的，我自己四十几年为体育会的总干事做行政体育做台湾体育做中华民国会长，我就不要创体起定对行政，所以市长今天我们教育部今年推荐市长是特殊体育贡献奖。至于对面田径场工程延宕问题，林佑昌提醒主管的教育处方面应依合约断然处置，让工程紧速复工。这个地方的对面是我们的体育场，那在之前施工上营造上碰到了一些障碍，不过现在教育处已经积极的全力在解决当中。刚这个需要做断然的一个处置，我想这一部分刻不容缓。除了室内网球场地地坪、屋顶、机电、消防设备等进行更新改善外，林佑昌也期盼市民体育活动中心地下一楼能作为桌球练习场地，让基隆子弟在健全的环境下球技更加精进。记者张启腾，基隆报道。戴上彩色假发，摆出著名动漫《啾啾力》，在基隆正滨渔港的色彩屋前拍下团体照，由基隆市长林佑昌担任领队，民进党基隆市党部主委苏仁和接下总教练，包含民进党基隆市长参选人蔡适应及13位市议员参选人的基隆队首度合体。林佑昌说，七年多来他与蔡适应联手推动基隆市政，创造了城市蜕变的契机，这样的执政成绩必须延续，蔡适应就是他认为最适合接棒的人选。我的信心来自于对基隆市民的信心，因为我相信82的这个市政满意度代表的是过去八年来我们呈现给所有基隆市民的一个成绩单。这张成绩单呢，我想继续必须要延续下去。那市民的选择是什么？市民的选择最重要就是基隆真的能够进步跟改变，而且我们相信基隆市民希望的是基隆要翻身要翻转，而这一点在过去的八年的时间我们已经做到了。既然已经做到，那这样的改变必须要继续的延续下去，我想这是所有基隆市民大家不分党派的一个共识。昌同时推荐13位党籍市议员参选人，需要让优秀人才进入议会，让基隆更大步要进。在座的13位党籍的议员，每一位都能够高票当选，在11月26号蔡适应当选市长，13席的市议员全垒打全部都当选，我想对基隆接下来八年的一个市政的翻转跟进步能够再打上一剂强心针。民进党基隆市党部主委苏仁和则强调，只有年年评鉴第一名的立委能无缝接轨，创下基隆市有史以来最高满意度第一名市长的市政工作。我们必须要再呼吁，再次呼吁我们基隆的市民，我们大家要手牵手心连心，我们基隆的市政不能再走回头路，我们一定要让蔡适应 ING 继续进行下去。我们的蔡适应应正在进行当中，我们无缝接轨的蔡适应，我们继续，我们给他们的鼓励。接下来队长一职，蔡适应强调有信心带领基隆队在年底赢得选举，市议员全垒打。啾啾力他本身表现的是一个冒险进步的精神，而冒险跟进步的精神在适应以及我们所有的议员候选人身上都可以表达出来。我们每个议员来自不同的阶层，来自不同的身份，来自不同的背景，
我们用我们独特的表达方式告诉我们的基隆市民说，我们民进党推荐的整个市长跟议员的团队是最有活力的，继续能够翻转这个基隆，继续能够让基隆来做前进。我基隆我骄傲，我基隆我骄傲。所以今天我们的这样的合体亮相的这样的一个记者会，就是要告诉所有的媒体前的好朋友以及所有基隆市民，放心，右昌的棒子交给市议，基隆市民不用觉得担心，基隆市民可以放心，市长大胜利，议员全雷打。蔡适应表示，选择在郑碧渔港设财屋前合体亮相，就是证明基隆的改变持续进行中，因此以基隆进行式作为选战主轴，希望率领正式成军的基隆队一棒接一棒接棒基隆，延续光荣，接棒基隆延续光荣。记者张启腾基隆报道。在基隆市长林佑昌、立法人蔡适应及多位市议员共同揭幕下，中正公园儿童游戏场的亲子大象搬新家也正式启动希望之丘亲子游戏设施再造工程。基隆市政府将耗资6000多万，将基隆人儿时记忆的儿童游戏场利用地形高低差改造成配置不同年龄层游具与休憩空间的多元亲子游戏基地，完成希望之丘整体规划的最后一块拼图。这个地方我们原则上还是把游戏场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游戏重点规划在溜滑梯的部分，利用地形的一个高差，然后来规划设计不同的一个滑梯，不同的一种形式的滑梯。另外也配置了这个不同年龄层它的一个游具以及休憩的空间。更重要的是，我们也考虑到爸爸妈妈，也就是陪伴的小朋友来到这个地方休憩的时候所需要的停等或者是照顾的空间。在中正公园儿童游乐场规划建设完毕之后，不是只是单纯这个地方而已，其实它也配合着我们的希望之丘整体的大工程计划，包括我们刚才市长提到的基隆塔，或者是我们信二路的新的停车场，然后连接新的平台到中烈池的部分。那我认为这样的整个的改变，我相信会让大家耳目一新。这个地方最早叫做紫薇山，后来叫中正公园，它的未来就叫做希望之丘，承载着基隆人的希望。希望之丘亲子游戏设施再造计划是延续109年公园参与机制与中正公园儿童游戏场工作坊的成果。参与工作坊的基隆市教育关怀协会理事长高玉纯非常肯定基隆市政府纳入家长与孩童意见的做法。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基隆市市长还有基隆市的督发处能够为我们基隆市的孩子做这样一个参与式设计工作坊，这样子的一个设计，让我们在经过超过10次以上跟设计师共同来讨论，共同来研究怎么样能够让真正的规划跟设计满足更多孩子的需要。希望之丘亲子游戏设施再造工程预计明年2月完工。林佑昌也在现场宣布，基隆市政府运用今年度预算提前对天鹅洞环境进行规划，并同步向内政部争取改善天鹅洞周边地区环境改善工程经费，如果一切顺利，明年就可以衔接进行改善。记者张启腾基隆报道。再过来一点吗？女骑士的腿部遭到机车压住，动弹不得，一旁热心民众赶紧上前帮忙。救护车到场，将伤者送医急救。车祸发生在安乐路二段，一辆黑色轿车从内侧起步，要往外侧开。驾驶说，当时有打方向灯，却与行进间的机车发生了碰撞。我看他在红绿灯那边再过去一点，那我方向灯已经打，我想说那他离我那么远，一定来得及，我一定来得及嘛，我出来来得及，开前面一点就好，没想到他车速很快，你看他就撞到我这里。好，那位小姐，那位车主，他就从可能边线就是公车停靠区那边有没有，然后他是有打方向灯，只是我已经进入到他没有办法去，应该说他没有办法直接转出来的一个范围内，他一样就直接出来。
机车发生碰撞之后冲去对向车道，和其他两辆机车发生了碰撞，其中一辆女骑士整个摔车，腿部被车辆压住，而刚好下班的消防队员温子强目睹整个车祸，也停下车帮忙协助处理。哦，对，我就直接打警示灯在后面保护前面后面车辆不要再追撞过来这样。我刚刚是一台汽车跟机车有擦撞的情形，有波及到对向的摩托车。当时车速很快吗？还是？车速不用很快，汽车刚起步啦，有侧撞到摩托车，然后。摩托车倒地之后再擦撞到对向的摩托车。这个路段刚好是上下坡，交通尖峰时段车流量多，车速又快，经常发生交通事故，民众行经这里还是要减速。至于真正的肇事原因仍有待警方调查厘清。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以上就今天的中嘉新闻，也欢迎您到中嘉新闻的脸书及 YouTube 按赞，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另外，我们也与 FM 轻松电台 96.9 联合直播，欢迎准时收听。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是蔡小军，祝您一切平安，我们再会。散播假消息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话说基隆有一名妇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街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还附上消毒照片，在 LINE 群组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大家避之唯恐不及。后来结果怎么样？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妇人，他解释并不是有意的，只是转传，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他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两遍。要记得哦，中嘉集团关心您。眼见一定为真吗？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所以记住，眼见不一定为真。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还有现在很夯的 AI 技术可以移花接木，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贴布。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这会不会是假的。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透过各种管道来查证。破解假讯息行动四步，不要只看标题，不要分享，不要按赞，不要惊慌，要查证，要查证，要查证。中嘉集团关心您。